早上好，我是小秋，这个呢是我亲爱的妈妈。大家早上好，吃早餐啦。对，我们准备吃早餐了。妈妈呢今天呢也是煮的很丰盛的一个早餐，但是呢看起来也是很简单的，这个味道呢也是很好的。我呢也是一直很怀念妈妈这个营养的早餐，很怀念妈妈的味道，她煮的早餐，无论是煮了什么早餐我都觉得我很爱吃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妈妈今天的这个煮的是什么，然后一些材料，其实很简单的哈，这个做法哈。妈妈煮的这个呢是长寿面，也不知道这样说法对不对，反正妈妈就叫它长寿面。这里面有什么妈妈？哦，有青菜，紫菜，枸杞，也是好特别的妈妈的煮法。妈妈还下了一些谷叶粉，味道还是可以的，有时候还会下一些麻的哈，麻辣的是吧？麻油，麻油哈，放点麻油就放点麻油比较香是吧，口感比较好哈。妈妈做什么东西还是挺讲究的，而且关键还是做的好吃。妈妈你夹了那么多给我，你怕我没得吃吗？没有啊，好满的一碗啊。最近你都是煮粥啊，而且都没很久没煮过面了哈。妈妈你这个紫菜是什么时候放进去，是开了才放进去是吗？开好的就放进去。开好的时候放些滚凉滚，这个紫菜好香啊，是有炒过的吗？哦，是炒过的是吧？撕开来在锅里面炒一下。哦，炒一遍，然后呢就放起来，然后要煮的时候就再下锅。对，方便嘛。妈妈总是想的好好，什么都提前准备好了。面是白色嘛？这个青菜是绿色嘛？枸杞子是红色。黑色，煮每一样东西，妈妈都想到这个颜色搭配，人体需要的这个颜色是吧？对呀。妈妈呢又开始忙她的事情了。妈妈经常会在家里面准备一些新鲜的水果，放在家里面洗干净，然后擦干净，放在桌子，让我们随时都可以吃得到。好细心了，妈妈。今天买的是这个。清早是吧，妈妈我呢就先要出去了，你在这里忙了。我今天呢要早一点去仓库，要忙了。今天我订的辣椒酱到了哈，新的辣椒酱就到了。我呢要去忙了，待会呢彪哥就过来接我哈。好，那我就出去了，你就在家里面忙了哈。今天呢终于没下雨了，天气也暖和多了，我呢穿了一件薄薄的这个上衣就够了，还是挺喜欢这样的天气的，又没有下雨又没有大太阳，挺舒服的。我呢现在呢去门口等一下彪哥，彪哥呢刚刚打电话说他马上就到了，因为呢今天呢新订的一批辣椒酱呢就到了，所以呢我呢就让彪哥过来一起帮忙卸货打包之类的，这样子就快一些，打包完了就可以接着上架了，大家呢又可以买到我的辣椒酱了。彪哥来了，佩奇的手好点没？好很多了，好很多了是吧？吃了两次药，擦了点药膏，好像他说没那么痒了。那就好哦哈。对，幸好也带他去看了一下哈。他养了有三四天了，这家伙。对啊，哎，好一点就好了，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哈。对。现在我们出发去仓库啦。几天回南天气好潮湿啊。和彪哥呢已经到了仓库这里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准备打包 一部分的黑糖，因为黑糖呢还有挺多的，每天呢我呢都是慢慢的打包一些，因为呢每天出的单不多嘛，所以呢我呢也打包的比较少，因为呢待会呢辣椒酱呢也快到了，所以呢现在呢要腾出一些位置来，待会呢辣椒酱我们放在后面那个角落是吧？对，用那个黑糖的纸箱垫起来。对，要垫稍微高一点点，这样子好一点哈，以免潮湿。最近的天气呢也是比较潮湿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要忙了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哥哥，我把这个纸箱拿出来，放在这个位置好不好？待会辣椒酱过来了就放这个位置啊。对，就放这里，就把那纸箱那底下还就行了哈。胶纸拉一下呀，
循环用起来，贴在这个地板这里。很厚，对，这个箱子还是比较厚的。把门打开来吧。辣椒酱都已经到了，来吧，歇会吧。司机也帮忙抬了。好，已经卸完了。好，谢谢哈。嗯，好。嗯，好，谢谢哈。好好好的，慢走啊。辣椒酱呢都已经全部抬下来了，刚刚的司机呢也很好，也帮忙一起抬，所以呢搬的还是比较快的。这些呢总共呢是加起来是总共是88箱，一箱呢是12瓶的，总数呢是1056瓶，然后呢另外呢老板娘呢还多了4瓶，加起来的话一共的总数的话就是1100瓶，这一批辣椒酱就1100瓶。现在呢我和彪哥呢就开始准备打包了哈，先把这个辣椒酱先上架吧。先上架，待会呢就直接打包，这样子的话网友看到了他们想下单就可以下单了，因为呢辣椒酱也是很久没有上架了，铺起来就好一点了哈。嗯，对，这边呢是有木架，这样子盛起来会好一些。这都是双瓶的黑糖，黑糖就放这个位置是吧？对，黑糖放这里。现在要裁剪气包袋了，这个呢是用来打包黑糖的，因为呢黑糖还是比较脆弱一点点哈。嗯，那盖子容易烂。对，那盖子容易烂，所以呢。那没事，我觉得那盖子比较脆一点。对，所以呢要加强一下保护这个盖子。今天打包呢就先打到这里了，彪哥呢待会呢就要先回去了，因为呢孩子们都在家，然后呢奶奶呢也需要照顾的，所以呢就让他先回去。今天呢我们也有6单哈，彪哥。对，今天有6张单呢，待会呢彪哥呢就跟我一起把这个6张单呢就拿到快递公司里面去寄，发了货之后呢他呢就先送我回妈妈家，待会呢他就回去了。因为呢我今天呢是没有开电动车过来的，今天早上呢是彪哥接我一起过来的。今天呢我呢就早点回去吧，打包也打包的挺久的今天。嗯，走了，嗯，好，走吧，拜拜。小心点哈，看到小孩子来吧。我去打电话给你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彪哥回去了。